20年前，哼唱着17岁那年的雨季的台湾偶像小生林志颖成名多年，帅气容颜依旧，但身为职业赛车手的他车技却一年比一年好。而国内与林志颖一样有艺人、作家及车手身份的当属韩寒。近日，同为专业赛车手的他们帅气出席 F1 中国大奖赛十周年活动。 F1 中国大奖赛走过十年，韩寒与林志颖虽非亲历者，但也一路见证了这十年的成长与转变。此次两位高人气车手赛场相逢，相谈甚欢，颇为投缘，更引得不少车迷追捧，直言他们是中国车坛最帅的两位车手。在距比赛还有三周的日子，韩寒、林志颖携万名车迷从上赛道的甘蔚出发，徒步感受车手们驾驶 F1 赛车急速行驶过的赛道。首次全程走赛道是 F1 中国站大奖赛主办方回馈车迷们的大礼，而韩寒与林志颖的到来更是让车迷们感到不虚此行。不少车迷高呼，两人都是最帅车手，应该同场竞技比一比。